小姐，系要啲乜嘢？唔该你。阿小姐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咩叫拿铁咧？哦，拿铁啊，拿铁。咁啊，色拉咧？哦，沙律啊。你识讲啦，沙律啊嘛，做咩叫色拉咧？呢度系香港，唔系大陆。好好地一个名字，你改到古灵精怪咁。你仲有啊？你全部用晒简体字咁，咩意思咧？你哋餐厅唔识正体中文咩？呢啲都系公司嘅决定，我唔系好清楚。我知道你唔清楚，咁所以我咪以顾客嘅身份嚟反映意见咯。嗱，你三文字写成三明治，朱古力写成口黑力都算啦，我勉强明嘅。但系沙律咪就系沙律咯，你做咩要写色拉啫？咁寫咗色拉，我哋香港人點明啊？算啦算啦，攞杯 regular coffee 俾我啦，冇嘢啦，多謝。人哋都係打工，冇必要為難人啦。如果呢度係上海或者北京嘅話咧，絕對冇問題嘅。但呢度係香港，香港仲係用緊正體中文嘅地方，唔該尊重一下啲香港人啦。但喺香港都已經回歸咗啦，喺中國一個城市。用正體或者簡體有什麼大驚小怪喎？如果照你咁講嘅話，馬路上面嘅聲都算曬左太啦，或者皇后大道中改名叫做建國啊，或者叫復興中路啊，仲有電視台所有劇集用曬普通話播先得。咁我想問啦，咩叫一國兩制啊？其實我都係想你翻工之前唔好咁動氣啫，輕鬆啲啦，唔好嬲啦，杯咖啡我請你飲啊，唔使客氣。我仲夠港紙，暫時都未需要用到人民幣住。